啊，佛开始讲，孩子啊，命啊虽有时间计算，却也无时无刻，皆是无形中。啊，此意啊，只持续精进，不有懈啊，懈心啊。像我也跟大众讲，啊，我没有学佛不懂，啊，学佛真能不嘛心呢？啊，学佛啊，才知道时间珍贵哦。啊，这个珍贵啊，很多人啊不懂。像我们人呐、啊、来讲啊，哎呀，只要没有学佛，每天思维想附体就多。现在看到人呐、啊，人道来讲，虽然有人道，大部分都不是自己啊。我讲的这个很多人听不懂，等到你有修行了，看到有才知道，哎呦，这事情可严重啊！啊，这事情的严重在哪里呢？像我们思维过多，身体就被啊给借用走了，不懂。所以我们最好是无时无刻的啊，这句佛号要抓紧，没人懂得来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这句话叫做光照无尽啊，练了就有光的来啊，这个练了就有光，特别时间计算也啊，给大众讲啊，不能有懈怠，持续精进啊。像现在人道是这样的啊，不懂得人道生活这是干什么？你看啊，看到澳洲人，也看到我们中国人很多啊，就为这身体啊在造业，很多的嘞，不懂啊。啊，不晓得我们的身体是科技的科技、啊，很不值钱的，也不懂，也没有人教育、啊。假如今天你能听到啊，我活了蛮多开始，啊，老师开始才知道我们的身体麻烦的嘞。啊，像我们身体啊，有情绪啦、啊，疑惑心啦、啊，执着心、主观心啦、啊，啊或。令生命之最好的应该给流失了，就为这假设。像我们相关大法师给大众讲，机不可失哦。啊，像我们呢，在这世间的一口气，啊，真正找回自己，法身可以的，能做主了。主要在能量啦，能量好。像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的五脏六腑，啊，只要你看看今天不学佛，也不晓得改，那五脏六腑就被脏走了。我看的太多了，也不懂。啊，我也给大众讲啊，机不可失哦。真正把握，啊，无时无刻应自律，只勤精进。像我们的勤精进，不是拜佛念经而已啊，心改很重要。像我讲经也给大众讲，我们呢讲是五十兆细胞，它不自在的。啊，假如你用这心，啊，净化。啊，进化，进化，再进化，那个细胞啊，不会有生病的。这个我讲了好几次了。假如我们心动，念头不好，就好像啊，情绪啦、执着啦、主观啦，啊，一不小心把你自己给累死哦。像我们生命可以精进的来，能突破。像我们现在没有人给你介绍啊，我们人道到底来干什么？啊，我们来人道不是来生老病死的啦，也不是来取之生子。这人道的借这假身啊，把这个灵性给提升。
像我们身体啊，你在相法时就看到了，打坐它四禅八定，临开遨游宇宙再来。像学净土法门，那比它更啊了不起啊！细胞的改造以后，这细胞重重无尽细胞，千百亿化身都可以再来。啊，所以要给他不要为这个生。啊，为一口气的生命，把自己的灵性给提升。那我给大众讲，你就没有白学佛啦。像我们的精进啊，第一个就是能量，不一样的嘞。所以佛在问我们，你是为这个身体的生命，还是为了这个生命？啊，灵性的生命，灵性。像我们今天呀，好运也要抓住。每个都是人才啦，看你要不要发挥啦。啊，假如说你今天为了生命之事，这身体的生啊，或为生命之事，这两个你们要知道。啊，能突破生命，发挥生命，或为身体而行。为身体就完蛋，身体带不走啊！啊，身体是借你用的嘞。像现在啊，我们都有岁数了，哪个人啊长命百岁没有？啊，除非你真干学佛，可以的，而且智慧如海。所以给大众讲，身体是借有的，不要为这身体。啊，你再为这身体，那你的损失可大了。啊，所以能够突破生命，发挥生命，发挥身体而行，自己啊当清楚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我们呢静下来，啊，灵敏觉知啊。跟佛一样发生的嘞，啊，这个可以讲说，那个人道没有人突破啊，相问大佛是突破了，好好的经营啊，对自己啊，帮助非常大。好，我们看老师讲落实当来，啊，落实当来时有变数啊，是与未来何人挂齿？这句话很深的嘞，像我们现在看历史很多，他没叫你啊，历史没叫你脱胎换骨的嘞，啊，现在佛师来讲，啊，佛的开始老师讲开始叫你脱胎换骨啊。像这个何人挂齿，好像大家听不懂，团带啦，啊，加上呢留名啦，像今天的佛师啊，你们比丘比丘尼也可以大发挥的，啊，做个清教师啊，阿舍里讲经说法，那以后就是啊，为人挂齿，人家。传宗接代，我给大众讲是真的啦。像全世界哪个不死，哪个不病？像今天签了几个人去，你们也看到了，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不如当下之人任用为大事，啊。这问题啊，我也给大家讲，像这么佛法这开始啊，可以讲的不老，啊不病不死，这个现在有钱买不到的，
你说有钱就买得到，你说有没有道理？比较体力好一点，这样没有打瞌睡。阿七要晒晒太阳，我好心给你讲真，有没有道理？我刚刚回来忘记跟你讲，你们要记得要去冲冲凉。啊，所以不如啊，当下啊，智能任用是为大事，所以要给大众讲，现在时机啊跟以前不同啊。人道啊，你再聪明会病跟死，像我们来学佛不会。啊，我们主要在改心啊，帮助人。啊，帮着人认识佛法，我们的佛法不是迷信的佛法，啊，这佛法是教你开悟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假如你啊，当来帮助人破迷开悟，那不得了了。只要你有存好心，像我们在仿佛四圣法界来讲，哎，佛法界也不一定说啊修的要啊这个四堂八就不是，他是。牺牲自己生命，生在佛法界的人，好几个。像我们的身体能够为众，我给大众讲，你就赚到了。啊，你看现在人到来无常啊，所以我劝大众心好很重要。啊，这个心呢，你只要看好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只要心来动了，看不好，什么事都来。不能不懂啊！像佛跟老师在教育，大家好的听。像我们呢，人道来讲，一切无常啊，视为变数。那这怎么办？早点认识佛法。啊，认识佛改，纯净纯善。啊，就没有变数的了。像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啊，互相不信任啊，不懂。像我们在相关导师都是一体，每个人都一体观。啊，转换之间啊，互相信任。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早一点认识佛法，把自己个性改了。现在啊，我们为什么生病？啊，为什么不能做主？个性不改，不懂啊。啊，说老师在教啊，一定要听啊，一切无常是为变数。啊，转换之间互相信任，这个心中之明啊，并非定数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，说你很聪明了，啊，不要命运一转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老师在讲，广长当中内外皆虚，像比丘、比丘尼啊，要听哦，啊，尤其比丘啊，广长当中内外啊皆虚。内掌讲经啊，外掌应对，是为藏用，亦无不可。啊，能用且用，真用尽兴。像我们人体啊，要好的听经啊，不要个性的，啊，思维也不用多了。啊，你思维越多啊，啊，你想的越多，你不可能尽兴的啦。像我们的身体啊，最啊，要不就实在执着了啊！你一执着，不能尽心的来，还是自己有主观的，都不行的来，没有人懂的。像我们今天的学佛，主要在调心性。像你们现在知道啊，你们生病来这里。病很苦的嘞，不能做主啊！我来看了你不能做主，啊，你就知道个性要改哟、哦。你说你多厉害，啊，
众生一道你就不厉害了，他速度很快的。像我们今天呢、也给师兄弟子啊，比丘你包括现在听经，不要欺骗自己啊，我讲说不要欺骗自己，大家好像听不懂啊。我们要知道对自己啊，心很重要。假如你不改，就不能翻页的。像我也给这大众讲这个净土法门啊，它是真理，所以宇宙准则。不是佛故你啊，随故你有用，不是，它自然的准则。命都是你在自己手上。那现在佛的教法给大众讲，要你改心了、不要给众生给找到了。所以给大众讲啊，如今向佛是当自改哦，能改多少自知因缘。你改越多，越没有众生。你不改，众生很多的啦。像我们过去没有了，未来是希望我给大众讲，所以啊，我老师就是来去之间是该放下，好了也好，不好也好，都要放下的。主要我们修行在改心性呢、你能调心性，就把你自己给救了。像我们身体是占用的嘞，能否一天呢、介绍佛法？像我们这个救世团队啊，给大众讲，没有人懂的嘞，就是你不病也不死，生就生了，你好好的修啊，也不老，可以的嘞。现在人道很多人不懂啊，自私不懂啊，你真正的学佛不敢自私的嘞，那自私骗自己啊。所以自己啊，对佛法来讲要稳定脚踏实，是为常也一心向佛。像我讲一心向佛，很多人也听不懂一心向佛说跟佛脚步走了，很重要的嘞。像我们现在知道人道是无常的你真正的修行来讲都有救的嘞。不懂啊，阿哥可以聊生死出三界，没人懂。我也给全世界学佛讲，假如你不能见性，你学佛就白学了。我们学佛是想见性，找回自己本来。像我们今天呢、命一定要抓就好像这个经典讲不退转，要做到的嘞。像人道有没有路？没有路从一岁到一百岁都没路，除非你改变自己。改变第一个最好处就救自己啦，能够明。像人道你们眼睛大看得见来讲，你看你多幸运啦，来我们这里修行疑难杂症都有意义的啦，所以要再听经你听了听得进去，
真的心改了，众生不会出来的啦。假如你心都不改，那这事情很严重。啊，像我们呢，都是挫业而来。讲挫业，大家可能听不懂，待业而来啊。你看我们现在，你们来贵宝地几十个人，哪个没业啊？哈，连那华开三岁十岁都有业，哪个没业？那你来看看，跟华开三岁十岁都有业，就是个性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个性害死人的嘞。啊，所以啊，如今啊，向佛啊，适当自改哦。啊，能改多少，自知因缘。假如我不学佛，这样学佛真正彻底改，这身体骗人的啦。真的，这身体骗人的。好好的踏实啊。稳定踏实啊，视为长途。这稳定踏实，很多人听不啊，人啊，这个越憨越好，头不要想。你要想的越多，身体就给人家借用走了，划不来的。像我们也是来去之间，一时无常。何处有缘，何处无缘？何者得用，何者无用？啊，所谓渐进，一切变数。像我们学佛啊，给大众很重要，不像人道来啊，啊，你看一直在变，今天很好，明天坏，啊，明天不好，明天又好，人道不能做主的嘞。那为什么不能做？你心在变。啊，你心来一直变一变，真的对自己伤害很大的。像做人来讲，可不可以骗人？不可能骗人的啦。想好了，都给你赢了，你一直骗了，到后来你都要受报的。啊，今天你要听叶剑贤的弟弟在讲，跟他那个前夫在讲，你来看看。不能骗人的，他也不懂。啊，为什么会讲知人善用，忠诚为要？啊，你越憨越好啦。像人要不要吃亏？吃亏啊，不起波。我觉得很好啊！你看，处处在想自己起波，心不清凉的来啊！越干净越干净，对自己帮助越大。说善调善合，皆为度众啊！当显缺处啊，正好合办。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。像我们现在修行啊，你们都要救自己啊！啊，自己毛病啊，一清二楚，不能骗人的啦。啊，假如你不想见性，你骗人也不能见性。像这宇宙准则就是这么现实。啊，你越憨越憨，做起来越好。假如你心有心机啊，根本就不能走。不一样的啦，像我们呢，啊，学佛来讲，性解行啊，给人家看的来，啊，行也就是你的身体啦，像我们，啊，这个老师在讲每一句话，啊，这个。都一针见血的，像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呢、啊，你有执着，你不就一次就是狂妄啊？只要你有执啊，
有诗啊，你根本不能见性，没人懂。像我们现在把身体的啊，都给你解开了，从头无尽的重力。那为什么这么多的重力？你是会把它想来的。啊，你没刚刚啊，刚刚那陆贪啊在讲，人体就是被附体的，啊，整个空间很多，啊，你个性跟他也爬就进来了。我们也不懂，所以身体各级众生给用走了。像我们要给大众讲啊，不见性不行哦。啊，你见性就没有无常了。假如你不见性，无常谁知道？像我们现在看有学佛跟没学佛差很多嘞，啊，真修假修就不一样的嘞，啊，不一样在哪里？身体，啊，你病了没？病了在哪里？都是身体啊，它不能骗人的嘞。所以啊，善调善合，而且为度众。啊，担心缺处，就是自己的缺点。啊，要改呀、啊，这样人体也不能生病哦，生病很痛苦的嘞。说，今之改过，补缺再用，另有改失啊，再改再用。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。像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的身体，我都跟你讲过。它是一个借用的，啊，身体啊不正，啊，身体啊偏斜，自己要会改变的。你看，你一偏斜，它就附体了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今有改之，再改再用，啊，不却见痕，行有改之，就好像病来了，就是有痕，你们现在写牌位啊，啊，你看众生都不跟你化解、啊，你要用心去改，没有念头，就是做。坐无坐无坐无坐，啊，脚步啊踏实稳定，啊，假如有痕呐、啊，痕莫在广哦，莫在见裂，啊，是为的可用。像我们现在病入膏肓，就难医喽。像老师也讲，啊，你要见性啊，若意大用啊，适当见性。像人来见性好不好见？好。啊，我们不要为这个身啊个性一大堆的毛病，这个不好，主要在这内在。啊，你内在越纯越纯越纯啊，对自己帮助越大，难见性的啦。啊，是当啊，勤静啊，精勤大慈悲者必经见性，就是超度了，超度很重要。像我们三十天超度不得了。啊，你是看不见呐、啊，在自己身体，那进化不得了。像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见性？
啊，其实很容易的嘞。啊，你先不要这个身体给放下，可以的嘞。像我们讲有没有病，其实都没病。那怎么有病？你有心病就有病，想的多就有病。啊，你不想哪有病啊？给大众讲要听啊，其实人倒是很快乐的，像我们学佛都很快乐。啊，快乐在哪？人做主，啊，不爱下来我就不能做主。啊，不能做主很苦的嘞。那我们现在学佛就是学人做主，佛的话要听啊，无量寿经很棒的嘞。啊，像这个从某学佛啊，在无量寿经啊，每天都要练的嘞。啊，不管你倒背如流也要练。啊，练这个无量寿经。练了清净心，你莲花就越来越大，而且你的身体的法相也不一样，能量好啊。像我给大众讲，学佛不能骗人的嘞，啊，都写在你脸上了。所以啊，我有见性，方能有啊，方能有长。我有担当，方能够堪忧。啊，需啊，重需法言，方得前来寻见良师。这句话很重要的。像全世界，谁能死掉找得到人？啊，现在马来西亚梁老师啊，拿了东西轰动的。啊，原来啊，赖会长也没死，现在跑进土。真的，像我们人道都没死的，灵性都在。像现在我们为什么生理附体这么多？不懂啊！啊，人的身体啊，个性最好不要。你啊，越有个性就越受苦。没有个性的 啊，自己的做钱对自己。房子很大的嘞，很棒。你看，人生没有白来啊，人间行啊。而且无量智慧，无量德人，啊。对自己啊，给大众讲啊，像我们人道修行渐进很容易的啦，只要活着开始啊，老实开始啊，你们好好去探讨净化自己啊，越来越慈悲啊，渐进很重的，很简单的嘞。像我也给大众讲，替人想很重要。像我们人体来讲，仅仅为谁为你身体啦，不是为谁啦。所以佛教你拜佛念经啊，诵经啊，念六字红名啊，只要你一教奉经都可以，啊，也是护身哦。护你的身体，啊，像这个护身，我也给大众讲真理啦。啊，你啊，宇宙准则真理，你遵守，你的身体百病不起，不会生病的。难道不懂？啊，人到贪婪也不懂得，好像也没人管啊！我要这样就这样，我这样的哪知道，就把身体给搞坏了。我讲这个话，很多人听不懂，啊，就好像自己以为是，不晓得众人护体太多。
很可怕的嘞。啊，像我们现在讲龙天护法护体，你不正他也护不了你的体 啊你正他就护你的体，你以后可以提拔他的，就好像现在啊，婴儿媳妇在一桌，又是跟我回西方的来，现在大家都在做服侍啊，重重无尽的，很重要啊！啊，所以给这种的啊，护身护神护你自己啊，正念念头要正啊，啊，身体不会生病的了。说孩子多见护身之举啊，切无。人附身，像我们现在人道来讲，很可惜啊，读那么多书啊，一样都没有。啊，读书没用啊，没智慧啊，主要在智慧啊。哎呀，书读了那么多，还呆呆的，那你怎么救自己啊？救不了的。像我们人道来讲，啊，用行为是思维的规划，个性附身，啊，依然恢复。现在假如能够附身，人也不用死啊，啊，也不会老。啊，你看几十年看的人，现在几十年看以后都老了，不一样的嘞，不懂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，早一点学佛啊，精进啊，三个月看看，你会不一样哦。像有的人讲说啊，你怎么有这样？我说你三个月要不要去试试看？啊，每天拜佛念经，什么啊，什么事情给他忘掉，咋会自己那么容易？看你愿不愿意。像我常常鼓励比丘啊，啊，当然我们比丘女啊，每天报告都要写，啊，你们的比丘都不能打开空间呢，啊，你们就赶快啊，拜佛进去，啊，一下空间就打开了。要精进的，主要在精进，那个精进就是净化了，现在不能想到自己，你就进不了化了。我在讲这个，很多人做不到了。其实你越知识越不能坚信，你把自己忘掉，坚信很快。像我们现在人的一生，就是行为、思维、规划、个性复生，依然恢复，很保护自身的。你看病啊。啊，那为什么包这病呢？你不是真理，真理很重要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，来到相关大佛寺没有这么容易的。啊，你们虽然都是人才呀、啊。没有发挥很可惜呀、啊！啊，在发挥在进化，做什么是进化？做这个也进化，做这个也进化。啊，把自己给忘掉，你能见性的。讲你一直保护自己，你看现在我从小看到大。老人在吃补药一样的意思啦，哈哈，一直补，我看他一直补也是一直老，没有停止哎。那这个话我现在就抓住啊，为什么他一直补一直老？他思维没有断过，啊，思维没断，一直附体附体，
当然一直老啊，修行啊，一生空最好。啊，你空就没众生，不然众生太多了。来看到我们的五脏六腑，哎，我看到澳洲人看了，哎呦，吓死了，眼睛看得见了，看了是很可惜，也不懂。每个人等死，像我们今天才不学佛，也在等死。啊，你研究再多的书，啊，看再多的什么，都带不走啊。啊，自己能够进化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像我现在给大家，只要你为身体，你就输了。不是身体要去糟蹋，不是意思。啊，这个附身呢、啊，只在于思啊。畏畏哦，畏畏大观就是，啊，这个只停于短利啊，未可有大利。所以也给大众讲修行啊，要知道，啊，你度一个，你进展一个，能够度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，主要在心量啊。啊，现在很多人都保护这个身，你说能够保护吗？保护不了的啦。想到这个一个念头，众生就进来，很可怕的。像我们学净土法门呢，大家一定要了解。啊，净化自己，自己提升啊，帮助人。现在忧郁躁郁很多啊，那为什么啊躁郁又这么多？为这身体啦、啊，啊，你身体啊越能看淡啊，为众服务啊，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啦。像我们呢，保护这身体。你说哪个不生病？像我们现在啊，为什么学佛啊能做主？啊，只要学我，你不能做主，那不是佛法。像我就自在了，我要回家，跨步就回家了。阿人在这娑婆世界多度一点众生，跟着佛走，很棒的嘞。像我们在学净土法门呢，叫做大心量。啊，你越开花越开花，啊，心量越大，哇，你的不得了了。啊，空间打开呀、啊。看得很清楚的嘞，像昨天呢，带了宇宙菩萨、阎罗西菩萨进入了首都啊，啊，我给他总结，重重无尽、茫茫的嘞，众里茫茫的嘞。现在有这个机会啊，多散布相关大佛事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我叫了宇宙菩萨，每个嘴都咬了南无阿弥陀佛，拿相关大佛事，每个人啊都可以散播的了，全宇宙只有这家可以救人啦、啊。啊，也可以开智慧，真的。啊，现在人呢、啊、不懂护这个身，病了、啊、都不能走，很可怜的嘞。啊，所以佛讲啊，孩子啊，
啊，生无可负了，你再顾都没用。啊，要顾什么？真正把灵明觉知找到，灵性，那空间都开得来。啊，假如说你啊，因附身执着之身，只有业力产生。越执着，越执着，越把自己给毒死了。啊，很难解脱的嘞。讲难解脱，可能大家听不懂。就好像我们今天呢，很多人很会讲话，啊，讲的天翻地转，啊，还是附着身，也带不走啊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，佛法是心法，改心很重要的。人家心不改，附体就多。我现在看外面，每个人都是给众生吃的，不管瘦的、胖的、圆的，啊，高的、矮的都一样。这样给大众讲，只要在智慧了。啊，就是我们懈怠就输掉了。啊，太累了，进入空间了，要喝水了，做一点事消业障，有没有？对自己帮助很大。像这阿兵啊。啊，李建平很看得起你啊，叫他跟他工作，你要一点工作给他做，啊，也比较不会无聊，每天逛弥陀村，对不对？啊，说急起直追，孩子，若是现在我慢一直有退了，就一天一天过一天，就太可惜了。啊，像我们啊，激起直觉，很多人听不懂，就分秒必争啊，不给他闲下来，啊，很多人做不到，好像这是压力，他不讲是动力，这是精进，啊，把自己的啊这个头啊不要乱想，啊，这个。拜佛精进，莫在其慢，啊，都要积起直追。假如你懈怠，我慢已经有退了，没人懂得嘞。而且若是还有疑有惑，那已经有损，但要放下积起直追，拜佛切忏。像我们呢，拜佛切忏，很多人听不懂，心要干净的。啊，假如心污染，哎呦，我污染了，我要忏悔。心越干净，越自然明知事实真相。像学净土好处，无眼圆明的，什么都看得见。啊，什么都看得见呢？不是为自己，是帮助人。像我们都在帮助人的来，像这个身啊，不是不要顾啊，不要为身啊牺牲太大，只要顾着灵，给他灵敏觉知，可以的来。没有人懂。啊，这个丹药放下，急起直追，拜佛切忏。若有疑惑，已经有损，没人懂的嘞。像我们的急起直追净化
啊，进化进化越来进化，对自己帮助很大。但每天你都没有念头，哦啊，看到空间都开了，啊，无眼圆明，能够帮助很多人的。像你看，我活了阿弥陀佛，啊，法界诞生，我们可以学的嘞。越进化越进化，自然明知啊事实真相。啊，只要你不能进化，拜佛念经都没用的嘞。啊，像我们拜佛没念头。六字红名啊，这个读经一本经啊，自己啊好好的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把它念掉，不要讲我念到极品又停了，这不好。它每一段呢啊，你能苏醒过来那就不得了。你就见性了啊！假如我们今天呢，为了这个身，你不可能见性的啦。你为这身啊，啊，越来越为这身，你负罪就越多。像我们现在在访问的，啊。亚特、路丹啊、利亚，都是在看他身上的众生。这整本书出来，你们看一下，身体附体很多的嘞，他也在里面的。就好像五脏六腑啊，你在心脏要看他胃，他要进胃部的，啊。啊，你在心脏，在头部，你要进头部的嘞。而且现在听他讲一句很可怕，他要进头部，密密麻麻的嘞，也不是这么简单。他本来是一个细胞在这空间嘛，啊，像那个陆汤在讲啊，我看到他的讲稿，啊，本来他是细胞在这，他本来就讲说，好了，他要去头部，把门一进去，他根本就进不了。哦，才知道这事情可严重了。原来头越思维啊，重力越多。他以为很简单啊，我就啊到头部去一下，他怎么能够进得了？都塞住了。像我们现在啊，人道来讲，生与欲的啊，生啊与意啊。假如说你这生与意啊。动来动去都刻满的嘞，你不能见性的嘞。啊，所以要给大众讲啊，带动细胞用这个心啊，不要懈怠，突破突破再突破，啊，自己见性啊，帮助众生。那你不得了啊！像现在你看呢，顾身体哪个人顾得好？啊，爱身体爱的要死，全身被附体了，很严重的嘞。哪个人顾身体顾得了？跟你们讲，你偏要顾，顾了你就走不动，没人害你的，附体太多了。重重无尽的，所以也给大众讲，千万不要懈怠我慢哦。啊，讲退了以后，身体就垮了。啊，人在老很快的嘞。啊，你自己不能解脱，也不能苏醒。那就太可惜了啊！所以啊，
老师在讲，当要放假，急洗足锥，拜火切菜，自然明知道事实真相。啊，若是功高啊，有傲嫉妒不满，像这个人道这个东西一定要改。假如你有傲了，你有嫉妒不满，还有懒惰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身体人家已经进去了，一点知识都不行。假如说啊，我告诉你，身体就满的了。现在我们的佛在开示，老师开示就叫你不要有我。啊，你越有自己，越有自己啊，你护的众生越多。啊，而且你越有个性，越有个性，哎，那不得了，你还不了的。现在身体来讲，不是冤亲在你里面了，啊，你到外面假设你有个性，外面一旦是跟你个性，他就进你的身来。没有那么简单的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老实讲，若是功高我慢，嫉妒不满，一是懒惰。但要突破自己执着啊，莫再虚心。啊，像这个是身体在用的，嫉妒不满啦，懒惰。啊，我们现在身体要放下。啊，礼拜忏悔改过。谦虚谦卑啊，越谦虚越谦虚，对自己帮助越大。不然这条路很难走的嘞。啊，所以消除解除啊解愁，若是各心习气难改，当自忏再忏。其实现在你看看今天我念的那个我们那古今的赖会长给你听，你看他就一把火一直起来，都被控制着来。而且他很自私说，啊，疫情会找上他，就是找上他。啊，他也很老实啊，其实他很憨啊，你要看，就戴个眼镜厚厚的啊，啊，人家圆圆，他的高度哦。啊，那高度差不多化学这么高，化学，啊，肚子大大的，他们，啊，估计学过很多佛堂的嘞，佛堂很多，而且附体很多，现在学佛来讲，不能迷了。啊，现在啊，这个在古今来讲，很多人都是修行的，哪有没修到？哪有像这样佛在开达？啊，都是自己修的，不要听老法师讲经讲的。啊，其实非常可惜，经讲了很多了，往生的人很少。像我们这里啊，也给断了，要往生很简单，真的找回自己对自己啊，很简单的嘞，不是很困难的嘞，看你个性好不好改。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的。像现在啊，你在我们这里要请众很简单了、啊，出来讲话，讲得很难听啊，这里要改。假如你不改，每天老生常谈，你写100张、1000张也没用。我给大众讲要听哦，抄不完的啦。啊，怎么抄得完？你本身改。啊，把自己身体给忘掉。不然你不可能翻页的啦。
啊，你说翻译简不简单？简单。像我们排位这些，啊，若是歌曲奇迹当一个当要直唱再看，一放再放三级三弹。啊，我有他图，我有突破，难改要改要急起直追。像你在我们相关大伙子才知道，啊，都在你身上的嘞，没在外面的嘞。啊，你是心改了，带动着五十道细胞，其实是不止啊，很重要的嘞。啊，为什么难改？个性难改了。啊，个性难改，我也跟你讲，你们会吃苦哦，很苦哦。啊，个性值不值钱？不值钱。为这身体怎么值钱？不值钱的啦。可是你要受苦。啊，所以好好的拜佛，好好的念佛。啊，把自己身体给忘掉，啊，你呀，心要平，众生就平了。像我们心都不平，众生也不跟你平了。好像你这身体啊，得理不饶人了，众生更比你更凶哦，没有那么简单的嘞。像我一个大众人要消业障，最简单就是度众啊！啊，光想度众啊，一直度一直度，你就翻业了。像我也给啊，学佛人现在很多人都在听经，假如你不能度众，你身体就给鬼在用了。讲好听的，幽灵在用了。因为你只要有个性，你看看现在排位写出来三十几人都是个性，个性啊，每个个性众生在找你的嘞。像我们人的身体，你看看个性不改，身体啊摧毁，啊这身体不能做主。所以你们说你聪明，笨死了。啊，能够自己改了，身体不用那么受苦，就是个性不改，很苦的嘞。啊，你说害谁？害你这个身体了。给这种钱要听我。啊，你讲个性难改啊，啊，消业解脱很难哦。尤其我们还有个性，那更难啊，不能不懂的嘞。啊，像我们学佛来讲，啊，越低调越好，啊，只能度众。百病不急的，不会有生病的。现在看看啦，你们来医病的人呢，个性难改哦。那个性值不值钱？把自己给害死啊！所以啊，活在这个啊，在讲众生呢。这个众生大家听不懂，我跟你讲，你的身体是众生的身啊，护体的身啊，他喜欢身啊，你看护体一大堆都在空间啊，整个身体你看的鼻子也是众生，脸也众生，眼睛也众生，脸也众生，一堆众生，整个都是众生的了。啊，你越爱身体啊，就是给众生用了。现在澳洲人也不懂，澳洲人很可怜的，人很好，每个人都会笑。
你有没有看到那天带你去，每个人都笑，咦，他还跟你打招呼的呢。所以你要看到澳洲人，我都是这样笑，我在那边笑，他都一直跟你笑的呢，很有礼貌的。啊，很可惜他没有佛法，真的很可惜。像啊呢，像这个佛法，它不是宗教啊。我也讲了很多次给大家听，它是一个教育。像现在我们身体都是众生身，啊，佛身为重，这里面密密麻麻啊，到底他是主人，你是主人。假如你身体很固执，你的身体给人家用走了，啊，就好像今天那个利亚啊，在讲，啊，他那个老板啊，什么动作都有，一清楚看，一下这个做错，一下做错，一做都不是他做主的来，才知道是你看给众生用了这样一年的众生，叫你往后看阿桃啊。一年都是众生的，他是专众生的，他是在给众生用的了。啊，那你要写什么牌位？你本来就是给众生用啊。我这句话你们大家要听哦，假如你不改，就是给众生用了。这身体要发挥的来啊，所以佛才讲视众为身，佛身为众，此非同身，是我知道自信与做主。所以我们现在跟佛学是找回自信了 啊，找回自己做主，身体不给人家用啊。你看他身体给人家用，他没力啊，你问他啊，坐在那边就没力 啊，都是给众生用处。那为什么他爱生就爱众生？所以啊，你越执着身体啊，自己身体就给人用走了。像这个数字很简单的来啊，问谁问佛就知道。现在阿曹众生有多少？佛一定讲无止境。那为什么无止境？他就想这个生呢？啊，你这思维想众生呢、啊，你就不会附体了，帮助众生。像阿明，你今天做得很好，有没有道理？很有力，我看他啊，裤管还卷起来，有没有道理？要做啊，跟你讲要做啊。你妈看了也高兴。说众生同众生，谁为主？就好像你的身体这么多众生，到底是哪个做主？像以前你的师父啊，我那时候讲说，到底谁在我师父身上？给我出来！啊，这个人就出来啊。他说啊，我要跟他同归于尽。哎呦，这个人就笨死了。那为什么他要跟同位置？他个性不改呀、啊，所以我给大家讲，你们个性要改啊！人家跟你要同归于尽，就是你个性不改，这事情很严重的。这不能不懂啊！说众生同众生，谁是主？这个佛问得很好啊！你身体这么多人啊，众生众生，那是谁做主？啊！现在阿曹那边好几个举手，我做主，再来这，我做主啊！张三李四都有，一直都在举手的，家里面看得见就是看得见。你看，佛讲众生同众生，谁做主？很严重的问题的嘞。像现在我在讲经啊，众生假如听得进去啊，赶快溜！阿佛带你。去西方，有没有道理？不然你到底哪个人做主？这身体到底谁做主？
啊，他能做主才会在那边呆呆的嘛。一定是李敏觉知的，现在不能做主的，你们站起来看，有几个不能做主，你都看得见的。啊，所以随业而流啊，众中随中。啊，无名物啊，皆什么？就好像个性比较强的，该我了，你不要作声，我来讲话。他不是自己做主的嘞。啊，像我在讲这个重重重，哎，很可怕，真的。像我们啊，一定要发挥。啊，身体不要给人家做主来。啊，一做主啊，你的主灵都不在了，不是不在你身，他把你踢了，把你锁住你最爱的地方，也在你身体。像佛爷给我讲过，假如痴呆症的主灵也不在了，他给他诱走。啊，这个讲这个话，我就相信。像我们那个是三舅嘛，啊，对，啊，他是痴呆症走，啊，还在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叫他的魂，他吊起来鸡耶，已经吊在墙壁啊，他叫着了，啊，人还没有死，当鸡去了。现在呢，啊，这个佛在讲开示，老师大家要听哦。身体千万不要给人家做主啊，跟佛啊就是把自己给忘掉，不然你不能做主，很可怜，方向都没有啊。啊，现在还来有一口气的心，赶快改。嗯。啊，你心脏都不改啊，你这身体给人家用走了。而且你看看人到了，个性习气好不好？不好。啊，你越有个性越有习气啊，那众生把你身体给用了。给赵仲杰要听哦。啊，像净土法门很好，把自己忘掉，拜了，一直拜，拜了把自己放啊忘掉，那你就有救了。将来一天过一天呢，我给大众讲，可能以后你身体就不是自己的了。度众很重要啊。你要注重有龙天护法，像啊，你们昨天呢、啊、看我操作，你是看不见，啊，这摄影机的照呢，满满的天空都满的嘞，宇宙菩萨也是满满的嘞。我们带他进去啊，进手中，现在灵界不得了。像你现在人道也不够啊，没多少听经，灵界慢慢在听的嘞。像我常常讲，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山很低也都没看到山，我说奇怪，怎么这个澳洲没有山？现在十几年以后山都起来，啊，山都起来啊！我也问过佛，他说现在造业多，也不懂得变魔界，啊，就压在山底。没人打开的嘞，所以我们闻到大法啊，这个身呐、啊，啊，不为众生身，我们要自己用，救度众生，不然你看你有个性呐、啊，啊，你这身体就给人家做主了。
所以这么多众生在你身上，哪个做主？每个人都可以的来。啊，就好像那个利亚在讲那个轮来讲，这么多人做主，身体是个空壳啦，给人家用走了。现在看起来很多，只要你要名利啦，还是为这身付出代价，大部分都不是自己。而且你们都没有注意，斗争都有一点缓慢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有一点缓慢。而且你看看，思维越多啊，啊，众人越多，主观越强啊，越不是自己啊。那到现在来讲啊，身体给人家用都不错，我看澳洲很多的嘞，澳洲十个都有。像我们现在假如说啊，不管台湾啦、中国啦，还是黄种人、白种人、那黑种，都一样的嘞。这不是佛法打开，我们也不懂。才知道这身体啊，给大众讲啊，能运生发挥啊，思维重，对自己帮助最大。家里一直顾着身体，都给人家用着，有什么用呢？啊，脸也不是自己，眼睛也不是，鼻子你看鼻子这么大，那鼻子怎么会这么大？他以前哪有这么大鼻子？鼻子这么多众生，很严重的嘞。多给人家用着，所以我给大众讲，不学佛来讲，不要为自己了，为自己损失太大了。你要为众，不为别护体，是吧？实为众生呐、啊，一直生解脱。啊，助众生解脱。像我也给你们讲，你们身上这么多的重力，啊，心要改哟。看好看好，想好想好。没有一个不好，没有一点个性，哇，你就赚到了。身体你自己用了，啊，不然众人都可以用的嘞。所以啊，这个啊，佛在讲，你有这个身你要听哦，啊，此大义，唯有此身当知哦。啊，有缘有这个身体啊，早一点认识佛法，身体不要给人家用错了。啊，你越不自私啊，你是自己；你越自私，都给人家用走了，没有人挡。像老师也常讲，弥陀之于胜万境啊，是真的。啊，不要了，听了，或者开始耳边就过了，好像佛讲的经呢，你根本就听不懂，那这个损失可大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老师才讲，众等啊，切勿啊耳边过，啊，闻语改过切精进，听了又哎呦，我要赶快精进。像你这个心啊不改变啊，众生很难请的。没人懂。啊，你能够心改变，带动五十兆细胞。啊，好请众的你改变了、啊。不能不懂啊！啊，说众生心福好请众，是为啊突破诸现况。就是你有改啊，你都不改，出来又杀到一万，出来又杀到一万，
人家怎么会跟你化解？不要排位出来就可以的。像我们呢，相关道佛师叫做身心疗法。啊，你心不改，没有办法度众的嘞。啊，看看我这个佛开示，老师开示说：“树魔之语如醍醐啊，醍醐灌溉洗诸尘。”啊，我把佛的大义啊，老师的大义讲给大众听啊，佛慈悲啊，都在度众的嘞。像人到了没听进不懂，啊，听进来要赶快改哦，心改，你的细胞就改了。假如你心啊还是不改，你会生病的啦，没有人害我们的嘞。啊，向佛开始了，老师跟。老师开始，莫耳边啊，莫耳边顾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老师有两柱子，担心而莫耳边顾啊，闻之速改，而得其利。啊，一切为重啊，身中之重是为所要。很重要的嘞，就是自己身体，你看身中之重最首要，所以你心不改，众生也不会给你化解。啊，你心来越平，越没念头，啊，不要想自己，想众生，你才能够翻越的。像我们都把自己抓得很紧，要翻越就很难。它就在你身体里面啊，啊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尽兴的来，就为的是加深付出代价，加上你情愿给众生用，啊，进入空间也不听佛的，那就太可惜啊。很重要的。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啊，这个心啊一定要改。这个心改什么？啊，看好想好。像你们啊，心不看好，众生都会出来哦。就好像我们讲说啊，你以前是什么事情，不管你是做什么，啊，巫师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不该对自己伤害很大的。像啊，我也在讲经，也给大众讲过，我们的细胞要改变，在改变什么？出来还没有出来都看好啊！不要你出来就看不好，就把自己给堵死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啊，所以出生众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善根何在？菩提果啊，真显。要看自己是真干假干，是真学佛假学佛。啊，若这个啊，一切为众，身中之重是为要所。但要平静平心无波。啊，莫老身中就是。没有事情，你看看，就像那个赖会长火烧功德林，啊，在佛院第一的嘞，啊，念众得安宁，若众现前啊，诸子身心是我受苦，这很严重的嘞，
啊，像我们身体啊是假的，它是借用啊，一定要真理啊，不要用这身体啊把自己给害死啊。这个佛讲得很好，这个善根何在，菩提果真显，这句话很深的嘞。像我们今天呢，不认识文化南无阿弥陀不用说，认识了他又开始，老师也开始啊，你不精进，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，不能见性的嘞。啊，对自己伤害很大，所以一切违法，法须惩罚。啊，一切无我无私啊，法能皆法心传，很重要的嘞。像我们现在啊，讲经也不要讲说以前讲了，现在这两年了、啊，啊，只要你有我，我生我感我受，你不能翻页的啦。你看，你们自私就为这个生，啊，就把自己给害死了。不能不懂哦。啊，所以若是有我，我生我感我受，啊，诸我难明，难以做主哦。所以佛在问你，此时是我做主还是众生做主？很多人问说：“啊，苏师姐，那我到底是我做主还是众生做主？”大家看你啊，你记忆有没有消退？啊，你有没有老？在学佛，你记住消啊。啊，记忆消退了，又老了，那就是你被接走了。啊，若可这个此生为重，哇，那你就赚到了。啊，你为重，我给大家叫做真理哦，宇宙总则哦。你看，佛创造极乐世界，就是用真理去做的。经营来的嘞，你看他现在在救众人啊，重重无尽的嘞，啊，像你们现在啊，这个宗的表法你们不懂，啊，这个指针呐，啊，这个在走啊，每个空间都有的，他都在都是在空间。没人懂啊，不晓得每个啊指针在哭啊秒针呢都是众人的啊。像我们现在福报啊，闻道大法啊，入境上帝啊，自己要勤进的，啊，勤奋的前行。像我们现在学佛人也看到了，因果很可怕的嘞。啊，你只要造因啊，都有果。很多人不懂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生于此经，多少死于成经，啊，自此之际生命是否能明，啊，是何命因？所以现在附体太多，也就是个性害的，也不懂。现在不是佛解开，我们才知道这事情严重。啊，这事情的严重，要勤加啊，勤奋前行。为生命积极啊，前行以光明之处，
这句话可能你们听不懂。加上我们越修啊，身体越明，那叫光明之处。不一样的嘞，修行跟没修行差很远的嘞。啊，你是净化自己，净化自己，灵敏觉是可以的。啊，所以啊，生命当有力量。啊，为前行努力啊，不要止步后退。啊，所以给大众讲佛法，你一点自私就把自己给害了。重视就到了。啊，你没有自信，发挥不了的嘞。啊，我们主要再找回自信啊。啊，像我们在解脱之书，在心解啊。啊，这是这心啊，真的愿意啊，啊，在接受佛法的教化。像这个佛法，我也给大众讲，它不是宗教，它不是迷信，它是教育啊。而且很厉害，就给你细胞不老，真的。啊，这个细胞不会像人家生老病死，不会。很有福利呀、啊！啊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再接再厉，啊，勤奋前行，对自己呀、啊、帮助很大。所以我们在这实践指导方法，啊，这个说好话、行好事，这个做好人都要的。像现在人呢？社会没学佛不懂啊！啊，每个生命都无常，你学佛不会的啦。像我们现在说，不要为自己为众要做到。像我这身体啊，太不值钱了，不能不懂。假如能够一切无我，做无做无做无做。哇，那你不得了，你每天可以进步的。啊，能够随顺众生心，啊，莫要扰乱自家心，这句话很重要。假如你为了这身体自私啊，里面就哄起来了。啊，假如你念头乱了、啊。招感难以自主，死不止啊！现在你还看外面，都不能做主，都不是自己啊！所以，我们今天跟着佛，我们要听话，脚踏实地，找回自己本能可以的来。你看佛所教的，啊！开启智慧，啊，认识宇宙真相。像我们从哪里来，啊，不要去探讨。我们要往生西方，自己要了解，没有后顾之忧的。所以啊，能够听经闻法解脱，啊，听慈悲智慧。啊，心量包容，啊，佛心与佛心啊，不得了，对自己方言很重要的，啊，听了能够了生死，能自救的来，而且无量智慧果然得人，都可以的来。像我们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啊，找回本能很容易呀、啊。
真的非常容易的。啊，像我们今天呢，啊，行好事做好人，什么都是慈悲，你就救起来了。像人道还不够苦，不用苦的嘞。啊，能够找回自己，真的。啊，克服个性呢、啊，这个精进实行的、啊，难改能改呀、啊。像你们现在听贾静，都是这贾生的个性呐、啊。不值得给这种朋友听。像我们讲经说话也劝导人家，其实宇宙之间呢，啊，你一点都不能偏的嘞。一偏呢、啊，因果就到了，很可怕的嘞。啊，给这种最重要是要改过了，啊，对自己帮助很大，能够尽心，啊，为净土修行之最终。像我们修行啊，也给大众讲啊，有目标，啊，主要在听话了。像你看，我这人体付出代价太大了。你还没看到人家生病，啊，有哭死了，不能不懂啊！啊，我们呢，相关单位就是救世团队，做救世度众往前行啊，你真的是学佛了。就好像佛教我们呢，什么都看好，没有一个看不好。能见性，孩子，凡是好，别的啊，无别无异，好便能够明白呀、啊。使世间呢、啊，善坏分别对立。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啊，学佛又缺少教育，你还看电影很多都不懂的嘞。真的，说其实本无啊，其实本无别啊，善坏分别对立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佛教导一定要知道，啊，慈悲以包容之心呢、啊，本来善良，每个人都一样。啊，你看现在附体这么多。很可怕的嘞！啊，是因为业缘所遇不同，是众生个性影响，所以给大众讲，闻到大法要抓紧啊，不能看不好，要看好啊！啊，若无见恶，好，一切是好，持续等待时机，好，依然是好。这样你都看好，找回自己很快的嘞，真的，给大众讲要听，啊，主要在心里。啊，像人道来讲，只要有啊你我，你要见性就来。像我们在提倡相关大佛事要一体观的，啊，我给你们讲了讲，你们做到了，我就给你恭喜，你在升级。啊，讲了一体观，哎呦，一体观很难，那你这里淘汰了，真的很多人不懂啊。
所以生命呢，无分你我，皆是自性本尘。啊，只是虚体有分，啊，尘体有分。尘体就是污染了、啊。看你在这世间有多久，啊，所以这种讲生命无分你我，啊，皆是自性本尘，只是尘体有分，就是你污染有。啊，污染浅跟深，像佛法很棒啊！你要知道，你越不懂，越不要去懂，那越进化，越能找回自己。